那个行人四项通行，就一次全部人走完。我说的就是那个啊，哇，就是行人走，就是都可以走，全部都可以走。对啊，那全部都走啊。这样就，所以我说的这样才会省时间啊。这样就省时间，也不人都不用妨碍交通，而且你还可以对角线走。对啊，对啊。对啊，而且是台湾也这样子的。那就要成为世界第一了，随便乱走。那只有大奖，对。只有一些。